人在一生中间上接做到的代志，就是等。等什么？等以后，等下一遍，等将来，等有钱，等有时间。一世人等来等去，留落来最后就是遗憾。错过是咱的人生。等感情无伫啊，才知影讲啊无珍惜。等机会无去啊，才知影讲啊无努力。等健康无去啊，才知影讲爱惜家己的身体。一生中间有真济代志是袂使等的哦，健康袂使等，身体但若是放落去，拥有一切都无意义啊！你讲是毋是？有孝嘛袂使等，等爸母无去啊，走去啊，你想要有孝嘛找袂到机会啊！感情嘛袂使等，人一旦来离开啊，你想搁要珍惜，迄阵嘛伤慢啊！岁月不饶人呐，等身体扛不起啊，等你的心已经无欲望啊，你才会发现讲我啊留下就是遗憾。人生真短啊，咱唔免去等待，真侪物件一旦啊无去啊，你搁要找嘛找袂到哦。真侪感情一旦啊错过去啊，你搁要回头嘛无法度搁找回头。咱爱知影，上宝贵的是。只有一遍的人生，所以呢，人活着的时阵呐，千万唔通等。人生真紧啊，生命无常啊，唔通因为一个等，遗憾终身啊。珍惜感情，把当下，欢欢喜活落去，轻轻松松来过日子，这才是咱人一生中间上重要的代志。休息一下。喝一杯茶啦。